实我想要跟你说的是，其实在我眼里你最漂亮的是你的内心。你不要哭，你这样我会哭。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。我记得在我大学三年的时候，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是家里经历了一些事情，那傅心怡呢，她就是一直陪在我身边，给我一些鼓励跟支持。其实在结婚这条路上，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善良的人。那恭喜国军哥，恭喜你，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。然后希望你们一起的好好走到最后。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，这都是一个缘分。那你们一定要幸福。那最后我们要说，不是你要幸福。真的很谢谢，所有的亲朋好友从台湾的北中南一起过来祝福我们，然后包括从纽西兰过来的、从美国过来的客人，然后也特别赶过来，然后参加我们的婚宴，希望未来的日子里面，然后也可以带着大家的祝福，然后我们一起幸福的过一辈子。